嘉安乡公所为了感谢协勤的民力，无私在嘉安乡境内执勤分工服务。在端午节前，乡长游淑珍颁赠112年嘉安乡端午节礼金，要感谢大家为乡内带来的安全防护网。嘉安乡公所为感谢协勤民力，无私在嘉安乡境内执勤分工服务，带来安全防护、社会祥和。赶在端午节前夕，由乡长游淑珍亲自颁赠112年嘉安乡端午节礼金，感谢义警、义消、民防巡守协勤民力。游淑珍感谢嘉安乡代表会全力支持预算编列和执行。公务人力有限，民力协助无穷。谢谢我们所有的协勤民力以及志工们共构社会的安全和整个吉安乡施政的圆满，要谢谢消防局跟所有消防体系的义消、救护、复宣，以及警察局我们的民防义警巡守的伙伴们，来开启社会共构的圆满。也谢谢志工们走入了社区，帮我们来进行独居老人访视、慰问和防暴以及失智的服务。我们相信现在的志工已经跳脱了过去传统志工的服务量能，他们已经走入了适性共同圈以及生活宜居、平安跟防护的重要工作。吉安乡公所感谢尽心尽力的每一个志工们，在端午佳节的前夕带来满满的感谢，当然也要代表我们的乡亲，谢谢代表会的支持，让我们在所有的节庆氛围里面能够圆满整个感谢和共同携手服务的工作能量。包含义警175名、民防64名、义消290名、巡守队402名，共931位，由民防大队长沙贵勇、吉安义警一中副中队长黄金发等分队长代表领取，期盼透过运用有限经费，为守护吉安乡境内的协勤民力，借此肯定无私服务的动能和工作上的认同。记者蒋邦彦吉安乡报道。